请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第八面，轮观第八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若如是菩萨众，修行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利无名睡者，转名曰佛。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文是讲现象的由来，那么这个都是讲到根本问题。有一些人常常在问，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叫根本大问。这个问题如果是解决了，所有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佛经里面不断地重复跟我们说明，佛为什么不厌其烦说这么多次？因为我们无世界以来，这个痴暗因缘的熏习力量太强了，时间太久了，如果是短时间的，佛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转过来就成佛了，转不过来就是凡夫。这是我们在这个《大乘了义经典》里面看到很多了。凡圣在一念之间，生佛实在讲是刹那之间的转移。我们读经听教闻法，为什么依旧转不过来？这就是无始界来无明的力量。这个经里面讲痴迷熏习的力量，障碍我们见性的机缘。前面说过，化身名为众生，这个就在前一行第四行第四行第一句，摄彼化身名为众生。这个话真是说尽了。化身是什么呢？化身是自己的本身。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自己。佛怎么成佛呢？就佛正的化身。所以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应身。我们有没有三身呢？我们有，跟佛没两样。但是佛对于这个三身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觉悟。我们对于自己的三身呢，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迷。觉悟
法身也没有多一点点，弥了法身也没有减一分。问题是在迷雾之间呐、那么什么叫众生？这个众生的意思光了。我们常常看到众生，立刻就想到很多人，把这个看作众生，这是对众生的意思不懂得。所以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大虚空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所以虚空是众生。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宇宙之间许许多多的星球，这星球是众缘和合而生，是众生。科学家又发现了，我们现在的能见量很窄小，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今天只能见到三度空间，四度五度空间我们见不到了。它存不存在呢？存在。科学家证实，在理论上讲，空间是无限多的。在事实上来说呢，他们已经证明有十亿度空间的存在。我们今天在无限多的空间只能够见到一个度，一度。无限度的空间从哪里来的？众缘和合变现出来的，都是众生啊。万事万物，所有一切现象，众生两个字包括尽了。所以此地这个众生，就跟我们佛法里头讲的这个法意思一样。它是宇宙整体的一个代名词。什么叫化身呢？可见的化身是全体，是个完美的全体，不是部分的。我们今天所能够感觉到的是个局部，非常自小的一个局部，所以才会跟别人产生冲突。我叫你们看树，再举一个例子，人都喜欢树啊。树上有树叶，我们自己这个身呢，就像树叶一样。你看一个树梢，一个树梢长了有几片树叶，那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再往下观察树条，这一条里头有几个梢，这就好像你的一个族类一样。你这个族类跟别的族类又独立了，又相对了，相对就有冲突啊。你再仔细去观察，观察到最后根，原来所有的树叶、所有的枝条、所有的树干，通通是从一个根生的，你才看到一个完整的这个树啊，完整的才是自己啊。佛给我们讲，法身是什么？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还有什么冲突？这是事实真相啊，不是假设。诸佛如来证果了，证得诸法实相了，彻底了解
彻底明白虚空法界跟自身融合成一体，这叫佛啊，这是化身大士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在这个里头，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是非人口，搞贪嗔痴慢，反复啊，反复造作一切罪业，你得发生。你得发现没有丧失了，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没有两样啊！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为什么能看出真的？看出你这个身体真妄合合啊，就在你这个身体里面，他看到法性，他看到法相啊，法性不生不灭啊，法相设有生灭，那个生灭不是我们观念当中的生灭。啊，而实在上法相是非生非灭，法性是不生不灭啊。法相怎么说非生非灭呢？因为它千流变化的，刹那不住的啊。你说它是生吧，它立刻就灭了；你说它灭吧，底下又生了。这就像我们的念头，念头是属于法相。你看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啊，总不会呀，前念灭了，后念就不生，那就有生灭了。前念灭，后念就生。所以你不能说它生，也不能说它灭。所有一切法相，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法性是决定没有生灭。法相是非生非灭，所以前面这一段讲，如果众生要受法身熏及而有力，这个人就要功夫得力了，烦恼渐渐不能厌世间求涅槃道，信归一时，修六波罗蜜等一切菩提法，这人叫菩萨啊！不一定要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未必是菩萨。真正照这个修啊，他真的是菩萨啊！他天天在觉悟啊，念念他都不迷失啊。这个对于大乘经教，它是真正得到利益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你会不会用功啊？会不会修行啊？啊，会修行的，看人也好看物也好，看他的法性，看他的法相。你能从这上去观察呢，你就不会有妄想，不会有分别，不会有执着，这就是你烦恼薄了。你对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不再贪爱了，不再留恋了，世间呢，这个世缘就薄了，你烦恼就少了。所以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看呢？会不会听呢？六根缘六境，这个境里头
都有性，都有相。啊，你去观体观察它的法性、法相。啊，从法相里面、法性里面观察到一时，从法相里面观察到因果。这个是佛法的大道理，千经万论就说这么一桩事情啊，你才知道宇宙从哪里来的啊，生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你就全搞清楚了。这种人叫菩萨了啊，这种人起心动念、生活行为决定是利益众生的啊，帮助别人呢也觉悟，帮助别人也明白这个事实，所以他所行的日常生活决定于六波罗蜜相应啊，不是他在那里学了，自自然然就相应啊。那么今天底下接着说，说若如是菩萨修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离无明，这个人叫佛。啊，此地一切善法，什么叫一切善法？我们一看到善法，就认为善恶相对的善法，错了。善恶相对的善法成不了佛，也成不了菩萨。你的果报啊，只是在六道里头三善道受报。此地讲的善法，善恶两边通通都离开了，那叫真善呐。啊，凡是相对的就不善了。啊，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你看看六祖对慧明的开始，这是逃难的时候啊。慧明是个将军出家的，啊，六祖真是被他逮到了，但是他也很难得，他知道六祖是个好人。啊，真正得到了，所以向他求法。啊，他怎么说呢？他坐在那里，啊，叫慧明冷静下来，然后提示他，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啊，什么是慧明的本来面目？他从这里就醒悟过来了，那叫真善啊！啊，善恶两边不善呐、啊。所以这个地方字字句句啊，你要懂得他的真实意。啊，此地讲的修行一切善法。后面讲满足究竟，啊，观法如画，啊，观一切法相，法相是梦幻泡影啊，观性常寂，那是善法。啊，你每一天这个六根接触外面六境，做如是观，这是修行一切善法。啊，你怎么会有烦恼呢？你怎么会有无明呢？啊，这个用现代话讲，
改变你的观念了。你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你的观念错误了。观是观察了，念是念头啊。你一观察，你的想法看法错了。啊，你把你观念改正过来。啊，这个是决定正确的。这叫修行一切善法。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一法都不漏了。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满足究竟，这一句话是讲功夫。我们开始初学学观，功夫不到家了，烦恼还会起现行啊，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呢。这个就是功夫不到家。我们修学功夫要真的有力量了，你看看人家这个修习善法，它是跟上面一句连到来的，法身熏习而有力者。无量寿经上有两句，观法如画，三昧常寂。这八个字可以作为我们平常真正用功的方法。你能够二六时中永无间断的做如是观，这个就是化身熏习的有力了。逐渐逐渐呢，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了。事出世间所有问题你都解决了。这个境界在禅宗里面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叫大开圆解，在我们净土中叫离一心不乱。华严经里面讲啊，这是什么人呢？法身大士。我们在一生当中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那看你自己。你自己想入这个境界并不困难，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做不到的，佛决定不说。佛所讲的我们做不到，那岂不是给我们开玩笑？那说了有什么意思？凡是佛在经上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可以做到的。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你想不想做。你肯做，你想做，如理如法的修学，你一定会得到。所以从渐渐修学能够达到满足究竟。满足究竟是破无明。破一片无明就正一分法身。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是理解了，哦，明白有这么一桩事情。你自己没有亲身达到这个说明，你真听懂了，这叫解悟啊。解悟是知识，
正悟是智慧，正悟才管用啊，解悟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正悟了生死出三界了啊，你要把佛在这上所讲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证实啊，把它证实，你真要这样去观呢、啊。张开眼睛看这个花花世界，不是叫你不看了，可以看的。菩萨看什么？看法相，看法性。啊，看千变万化这个法相当中，哦，它里头有不变的法性。啊，法性真常啊！在法相里面去看，这因果报应。看法相里头因果报应呢，你慈悲心就生出来了。法性法性里面的看的是智慧生出来了。这自性般若智慧啊，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这样才能透出来。我们凡夫迷惑颠倒，睁开眼睛瞎看，不会看的，也不会听的。啊，换一句话是，六根呢不会用啊，用错了，用错了就造罪业。啊，学佛修行怎么个修法？这才叫修行啊！啊，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用六根，会用六根就是修行一切善法，你在念佛求生净土了不得了啊，如虎添翼 啊你将来往生决定是上辈往生啊，这哪里有怀疑的呢？那么由此刻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结论，总而言之一句话，善用六根，善用六根呢，就是此地讲的菩萨修一切善法。菩萨实现的也是变化多端啊，实现的是法相啊。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千变万化没有一定的，不但没有定法可说，也没有定相可现，啊，所现的相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那么这个归纳起来就是一个缘呢，菩萨随缘呢，啊，所以你看到他的自在，他的表演，那么圆满。啊，那么自在。我们不善用六根，错用了六根，所以惹了一身麻烦，啊，一身的烦恼，啊，无尽的苦报，错用了六根，啊，这个只是给我们说明。众生相怎么来的？菩萨相怎么来的？佛相怎么来的？幕后这一段
非常要紧。当知如是众生菩萨佛但依世间假名言说故啊，而有差别，而发生之体毕竟平等无有异象啊。说众生啊，此地这个众生跟前面讲的众生不一样啊，这个众生是就是指我们一般人了啊。同样是两个字，你看在哪个地方它意思不相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看这些有情众生啊，说菩萨说佛知道加名啊，是从我们分别心里面说出来的啊。发生之体呢，这从性上讲的啊，性上平等啊，无有异相，绝对没有差别相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决定不是看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叫佛啊，看到这个相哦叫菩萨，这是妄想分别执着。你哪一年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突破啊？佛能现凡夫相啊，他还是佛啊啊，菩萨能现个乞丐相啊，他是菩萨了。佛菩萨也能现一个蚊虫蚂蚁相啊，那他还是佛菩萨。什么样的身现，他都能现啊，随缘现啊。不但现这些动物的形象啊，还现植物的形象。这个我们在历代书籍记载里面看到很多啊，他什么样的相都能现啊。但是你要晓得，他不是随自己心现的，他自己没有心，唯有没有心没有念头才能普现，要有心有念就不能现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现呢？因为有心有念头就不能现了啊，即使到我们一个念头都没有了，我们就能现啊，一个念头都没有了，回归到法性了啊。你看这个华严经上不是说吗，唯心所现，那个时候就能现啊。所以你有夹杂东西在里头，有无明，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你就不能现啊。这个身叫业报身呐、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身叫法性身啊，法性身也叫法身。这是我们要细细去思维去体会啊，去观察啊。从这一句里面我们也就体会到马明菩萨教给我们读经闻法要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名字相，名字就是众生菩萨佛这名字啊，全是假设的啊。还要立心缘相，心缘相是我们思维它的意思，想想它的意思，不可以，
一想就错了。这个一想呢，落在妄想里头，想不得的。啊，这现在人所讲直觉，有一点贴近。啊，佛法的修学要用直觉，决定不能够落在思维想象里头。啊，我们听经如是，听懂了你就悟，悟就悟了；听不懂不要去想，越想越糟糕。越想意思全都想错了。啊，所以说不断的重复可以。啊，不断的接触。希望在这个长时间熏习嘛，发生熏习嘛。啊，发性的熏习。啊，法相的熏习嘛，你会了就行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那禅宗那些祖师大德，常常看见学人问：会吗？啊，会了，头头是道，足有逢源；不会，怎么跟你讲，都讲不通。真正不会，那就完全像小学生一样从头教起，叫你孝亲尊师，叫你慈心不杀，叫你修十善业，那是什么呢？真的悟不过来吗？希望在六道里头不要多三恶道，在用的这个方法了。真正聪明立根的人不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对不起他。为什么呢？真正立根这一生当中，他可以了生死脱轮回啊。你要帮助他出力的方法。地藏经虽然是个基本法，你看清莲法师在这个轮观大义里面都把大乘一乘佛法的根本为我们叙述出来，然后才晓得全经有理论的基础，有理论的依据，我们对这个教诲才升起真正的信仰，才肯依教奉行啊。再看底下这一句：故知不达其具德实心，不达是不明了啊，不通达了啊。具德的实心，德是性德，实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达妄想六心啊。你要不通达什么？必须圆真如理，而断九戒修然修惑啊。所以上根立志简单了，叫一闻切悟啊，一下就切入啊。中下根先不能啊，不能怎么办呢？不能就叫你如理如法的修学啊，教你断恶修善，这个善恶是相对的
教你断贪嗔痴，你就不会堕三恶道。啊，教你修五戒十善，你就能得人生。啊，教你心念念佛，你就能往生净土。啊，不知道，不但我们现在的摄心呐、具德，这个德是自信性德了，圆满的性德。我们这个身体形象也具德了。谁知道呢？佛与大菩萨知道。啊，那么我们不是这个人，不是这种根性的人，就得按部就班的来。啊，说到这个地方，十八不思议现实，啊，这个现实。两个字说出来了。啊，这一段是讲这部经之体。啊，凡是说到经体，大概都通一切经。啊，一切经都是以此为体。啊，它上面有个不思议，不思议性是为体。这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何名不思议？宗经云：此事建立有情无情，发生染法尽法。这一句话，实在讲就是解释《华严经》上所讲的。为时所变，为心所现，那个心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念自性。一念自性是我们的真心啊，能现象啊，森罗万象总是它变现出来的啊，它能现象。可是这些法相呢，千变万化啊，为什么会变的呢？时变。这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实。啊，所以实建立有情无情，有情我们讲动物，无情植物矿物。啊，包括一切自然现象。有情无情呢，都是现实变现出来的。发生染法净法，染法净法通通都是现实显现出来的。一真是净，十法界是染，四圣法界是净，六凡法界是染。啊，无论是染法是净法，都不离性实啊。性实是自己啊。啊，下面两句是讲有情世间的由来。啊，若有知有觉，则众生皆起。这就是有情世间的由来。我们今天讲一切动物，动物怎么来的？有知有觉。
啊，若无想无虑，则过土缘生，这是讲气世间的由来。啊，植物、矿物，这自然现象怎么来的？是由无知无虑来的。无知无虑是无明，有知有觉是妄想，就归纳成两类啊。有妄想就变成有情众生，啊，没有妄想有无明就变成山河大地，啊，变成无情众生。都是发性变现的，所以华严才说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因染法呢而六趣回旋，这是六道轮回。轮回怎么来的？啊，因染法来的。啊，染是染无啊，然后本来没有啊，事实上是真的没有啊。啊，你看到一个不如意事情，心里很生烦恼。啊，你苦不堪言。那我要问你烦恼在哪里？拉出来我看看。你找不到啊，找不到不是假的吗？啊，禅宗里面有个故事，大魔祖师在少林寺面壁，啊，慧可就找他，那时候冬天呢，找他都不理，不答应，理都不理他，你在那打坐啊，啊，慧可在那个穴地里面站了很久了，啊，穴都到膝盖了。看到这个大魔祖师好像一点慈悲心都没有，理都不理他。最后他用刀把手臂割断，拿着手臂来供养他。大魔祖师说：“你这何苦来的？那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啊，慧可说：“我心不安，求大师来替我安心。”啊，大魔祖师手一撑：“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一回光返照，这我密心了不可得，那好，我给你按好了，他就这觉悟了，开悟了。没有啊，是个妄念啊，念是妄念啊，所以你喜欢是喜欢这个妄念，找不到啊，啊，你苦恼啊，是苦恼的妄念，到底在哪里？你说你那个苦恼啊，你这个头脑的哪个细胞里的是苦恼？找不到啊，所以说这一般众生叫胡闹啊，完全不是事实啊！非然说然啊，你才晓得六道轮回这个多冤枉。但是许许多多人在六道里受冤枉罪，他不能醒悟过来。天天在打妄想，我们应当啊，很冷静的，很细心的去观察，才见到啊事实真相。底下一句是随净法而四圣戒将啊，这一句是说正觉世间的由来啊。戒将是等级啊，四圣
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些是随见发的。随见发，它的程度有浅深不一样，所以它也有等级。前面染发也是如此，染污的程度不相等，所以它有六道。越往上面去，染污越轻，越往下面坠呀，染污的越重。严重的染污，这多阿鼻地狱。最轻的染污，那这个就是无色界天了。那么这是把有情气世间、知正觉世间来源，这都说出来了。下面给我们做个结论：可谓凡圣之本，根器之有啊。了此摄缘，何法非物呢？正思心性，何尽不真？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信实是凡圣的大根大本，是根深器界的来由就说明了宇宙从哪来。万物从哪来的？生命从哪里起的？这全都说清楚了。下面这个四句话重要。了此摄缘，了是明了，你真正觉悟了，真正明了了，实的根源，实的根源。就是一心自信，所以我们念佛，念佛目标定在哪里？一心不乱。你要果然念到一心，就见性了。见性呢，你就成佛了。何法非物呢？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觉悟了。所以诸位在发心学讲经，学讲经不悟怎么行呢？不悟你讲经多辛苦啊！悟了之后，你讲经就自在了。经要不要准备呢？不需要。没得好准备吧？有什么好准备的？所要准备的，顶多准备什么呢？看看这些字认不认识，不认识查查字典。那字总不能胡说，不能乱念吧？所以你能准备的就是这个功夫。字查一查有没有生字？名相查一查有没有生的词？那个不能讲错的。经文段落把它勾出来，就准备这些。除这之外还有什么好准备的？没得准备呀！所以我们这个办佛学院呢，跟世间学校不一样啊。用世间学校那个教学法的时候，那个法令规章给我们，我们全完了。星期六悟缘法师要来我叫他赶快来你们大家来做这个佛学院的筹备工作。昨天悟缘居士告诉我雅马哈他们那边开会决定会办。办了之后那个学校交给我们
我们在整修，我想整修顶多两个月，我们就搬到那边去了。啊，我们要筹备开学，啊，学生到哪里去找？啊，我们要研究一套教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教大家开悟才行啊。啊，所以这是佛学院呢、啊。佛学院那名副其实的是，你们是来做佛的、啊。那到这来成佛的，不是做凡夫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教学的方法，啊，教学的内容跟世界当然不一样。啊，你们看看其他佛学院，办了这么多年。啊，采取的方式模仿一般学校，里面所造就的不是佛菩萨，是寺庙管理的人才。啊，我们这个佛学院是要培养佛菩萨，那么要真正啊学佛学菩萨。那一定要了此誓愿，啊，何法非悟啊？正是心性，何见不真？啊，你要彻底了解法性呐，法性就是心性呐。你就入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在哪里呢？法法界真叫一真法界，不是一真法界离开我们这个环境另外去找一个真，没有啊，现前就是一真呐、啊，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真。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好啊，叫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如果你以为这个地方是一真法界，那个地方是十法界，你没悟啊，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还有妄想啊，你没有见性啊。见了性之后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当下即是啊。所以古德才讲，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你想想为什么味道？啊，为什么实不去呢？这个境界立刻就变成了极乐世界嘛，就变成了一真法界嘛。啊，我怕大家不懂啊。所以我常常用电视那个画面来做比喻啊，换频道啊，还是这个画面，这个荧幕啊，啊，那个电视荧幕就是我们的真心呢、啊，它所现了，啊，依旧是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比喻也只能比个方法，没有办法比喻的那么贴切。所以悟了之后啊，空间突破了啊，无限维次的空间全部突破了啊，这个时候你见到是一真法界，法法皆真啊，真是什么呢？真是自信，没有一法不是自信。古人用金器做比喻，所以一金做器，器器皆金。啊，哪个器皿不是黄金？悟了之后，哪一法不是自信？
那么这个叫不思议。这个底下我们接着看，可谓绝学之门，栖身之者。绝学是学大到顶点了，上面没有了，这叫绝学。栖身就是安心呢、这个慧可心不安呢、到这个境界他心就安了。宗门里面所谓向上一住，绝学之门就是向上一住。故立此体为迷雾根源，方行大事，恒沙界内，善引分行，生死海中随机引导。这是说明青年法师为什么要用不思议性实作为本经的教题，而不是像其他一般法师多半用实相。那么他这个地方所讲的实在讲并不违背实相，实相就是事实真相，他讲不思议性实还是事实真相。说得很详细，文字虽然不多，让我们呢跟其他的一般这些大乘经玄义确实是容易懂得，容易明了，容易体会。这个地方明白了，再看看其他法师写的这些玄义玄体，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懂得了。说法虽然不一样啊，理是一桩事情啊，所以这是迷雾根源啊。你明白了，理事都明白了，然后你才知道地藏菩萨在虚空法界度化众生的事情。地藏菩萨是谁呢？是自己，不是别人的。不但地藏菩萨是自己，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统统是自己。经上说的好，法外无心，心外无法了。那个心就是自信了。唯心所现，地藏菩萨是唯心所现的，阿弥陀佛也是唯心所现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哪一个不是唯心所现？一切众生界为时所变，这佛菩萨又何尝不是为时所变呢？变成这个菩萨那个菩萨，
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显示出信德不可思议。那么地藏菩萨是我们信德里头哪一分变现出来的？孝亲尊师啊，从孝亲尊师变现出地藏王菩萨啊，从大慈大悲呀变现出观世音菩萨啊，从理性，我讲理智，变现出文殊菩萨啊，从大愿独行，现在人讲落实，变现出普贤菩萨，离开自信啊，什么都没有啊，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呀！啊，或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啊，整体才是我们一个完美的全体。啊，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我们完美的本来面目啊，是一个整体，啊，不是部分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认知。善言分行是讲与一切众生的感应道交，哪个地方有感，菩萨就应了。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看到一切众生把孝亲尊师这个德性忘掉，迷惑了，不是他没有，他有啊，这是信德嘛，他怎么会没有呢？没有人启发他，于是我们才晓得教学的重要。众生通通都有，只是没有人教他，如果有人教他，他的信德就现前。所以古圣先王他们对社会对人民对众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教化。我们读礼记，读学记，学记这篇文章要用现代的话说，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一开端读见就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建国，今天讲你建立一个政权，君民你领导啊，人民，什么事情最重要呢？教学。只有教学才能解决问题，除了教学之外，其他的手段可以做补助，不可以做主要的。宾主要分清啊，那么今天像美国这个国家领导全世界，用什么方法领导呢？教学就对了，用武力不能解决。你能够灭人家一个国家，你不能灭他的心性，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死了之后投胎再来，哈，更麻烦了，投到你家里去。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冤冤相报嘛。啊，所以说教学才能解决问题啊，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啊。啊，我最近有些同学们啊买了一些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些记录的那光碟来给我看，啊，我也让你们同学们大家都看过了。啊，我跟你们讲啊，我看了之后啊，我得到一个结论：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把问题搞得更复杂，啊，给人家冤仇，结得愈结愈深。将来以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二次大战人家的报道统计的很清楚啊，花了500亿美金。死那么多人。啊，死伤1亿多人。花500亿美金，诸位想想，如果把500亿美金拿去救济苦难，世界就和平了，哪里还会有问题呢？啊，韩战是花了180亿美金，如果是美国人把180亿美金去救济韩国，我相信韩国每个人都跪在地下喊美国人做爸爸。你还有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啊，越战打了那么多年，花了1800亿美元。看，你把这个费用说拿去救济这个国家，我肯定相信每个人跪下来看到美国人都叫爸爸。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啊！啊。真心呢，慈悲心去帮助人、救护人家、解决问题啊，给人家结成恩德了。啊，战争这个手段给人家结的是冤仇啊，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只有教学，让各国人明白这个道理，只有用爱心才能解决社会问题。佛法这个教育，我们现在看看，世间任何教育不能跟它相比，它是一个寻根的教育。啊，世间任何教育都是在枝枝叶叶。啊，像一棵树一样，枝杈没找到根本。啊，这个枝杈跟那个枝杈，它就对立。啊，对立当中就产生矛盾。啊，彼此不相容。找到根本才晓得，原来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啊，这是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教育啊！这个教育里面，我们真正得到了不生不死啊！连最大的一个问题，最根本的一个问题，生死问题，我们在这真正得到答案，真正解决了。何况其余的这鸡毛蒜皮呢？今天社会这么乱，如何能平息这个动乱？除佛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所以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的话正确。啊，他说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大乘佛法跟中国儒家孔孟之学。啊，这个是真有学问呢，真有见地。说这个话不容易啊。
我们今天接触大乘佛法，我们真正体会到如何把大乘佛法向全世界发扬。因为现在许多人误会佛法是宗教，宗教跟宗教就对立了，就产生排斥，彼此互相不能相容，众生真实的利益就被蒙蔽了，机缘被破坏了，你说这多可惜。现在在外国很多人都在谈多元文化，我们听到这个名词，佛法就是多元文化，佛法的教学是在讲就是多元文化的教学，多元文化如何能够整合，能够统一。统一并不是说许许多多文化变成一个文化，不是的，统一是从根上统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不二，同异是一。这是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每一个族群它的文化都有它的真善美慧，都值得保存，都值得发扬光大，都值得大众来欣赏。同不爱异，异不爱同，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用四无碍的观念来融合多元文化，这个文化就美了。所以佛教将来要建大学，我们不要用佛教大学，不要用这个名词，用多元文化大学。里面教材是什么？教材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材。是高度艺术的生活。这是世间所有一切的纷争就通通得到解决了。所以要晓得诸佛菩萨怎么来的，这个样子才真正的实现了，落实了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他这个地方说的随机引导，目的呢只有一个，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要靠教学，所以讲经说法了就决定不能中断，
许多地区的同修啊，遇到很多困难，有些是个人，有些是道场，我给他的答复只有一个：听经太少。不常读经，不常听经，你自然就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如何能解决问题呢？只能把问题搞得越搞越复杂。啊，所以一定要多听经啊，多读经啊。要明理，要依教奉行，你才能开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底下这两句话说得好，正于贤词不生灭发心之体，只在生灭无明妄想之中。不生灭的发心之体，也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是宇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依这个体而生的，而现的，那么这个自信在哪里呢？自信就在这个生灭无明妄想里面，你要从这个里面去找，去观察，这个里头有个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它跟生灭活活在一起。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是凡夫。你随业流传，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你这一觉悟啊，就是佛菩萨。这一桩事情楞严经上讲得多，讲得详细，也讲得很深刻。哪是不生灭的呢？六根的根性不生灭，六根的根性是佛性的，是自性的，这个是你容易见到的。还有个你不容易见到的，我们四大的色身，这个色身的法性呢，也是不生不灭的。科学家虽然发现了，所以说物质不灭，那个不灭的是什么？不灭的是法性啊。生灭的是法相啊，不灭的是法性。法性跟法相永远活活在一起，从来没有分离过。你能辨别得清楚，你就是佛菩萨；你搞不清楚，那就是凡夫。底下他举南岳大师几句话。南岳云：道远不远，性海飞摇，但向己求，莫从他灭。
这个四句话是南岳大师说的，这都是过来人的话了。你要是懂得，你要会学了，你就真正学到了。这个一大段句句都好，句句都重要，所以我们全说出来。迷雾根源就说到此地，实在讲呢说得相当清楚啊。下面是第三段，菩萨本实，在这个大段里面呢，在第七面，第七面倒数第五行，这是五重玄义的第二段，变体，变不思议现实为体，它里头是用三个意思来说，就是三段，平准经论，迷雾根源，刚才把迷雾根源说完了。末后一段菩萨本实，我们再翻过来，看它底下是言菩萨本实者，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必逐句来讲了，把它的重要的意思提出来说说就行了。菩萨这个就是专指地藏菩萨，提地藏菩萨的本实，要用现在的话说，地藏菩萨的存心，地藏菩萨的用心何在，他存的是什么心，他用的是什么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里面说是在菩萨心呢，名为般若。这一句话很重要。菩萨的心是智慧啊，他完全觉悟了，完全明白了。像前面所说的。宇宙人生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这个是在一开端序文里面就讲得清楚，我们在前面读过的，论观的第一面，大家翻到第一页，我们回头再看看。第一面里面总共有五段，文字都不长。第一段是说法性的根源。第二段呢讲法界的缘起。第三段讲佛法的根源。第四段讲六道的由来。最后一段是讲本经的缘起，说得够详细的了，所以菩萨的存心，菩萨的用心，智慧，菩萨心是智慧，存心是智慧，菩萨用心是慈悲，
我们看看菩萨怎么用法，他这里有几句话说得很好。第九面，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第一个字念起，禅体不断性德之善了，欲缘善法了，佛也不断性恶同恶而化。这两句话说得好啊。这两句话是真话了。禅体是什么？这是梵语，叫一禅体。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没有善念，没有善心，没有善行，无恶不作，叫禅体。这个话，这佛菩萨说的。这样的人啊，他也没有断掉性德之善，没断掉。可惜怎么呢？没有遇到缘，没人教他。那佛来教他行不行呢？他也不会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与佛无缘。你看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当年举那个陈东老母，跟释迦牟尼佛没缘呢。释迦牟尼佛跟他讲不听啊。佛弟子当中有一个人跟他有缘，佛派他去讲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他就听了。这个就是所谓是佛不度无缘之人，他不肯接受，不肯听，那有什么办法吗？没有缘吗？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体会到与众生结缘的重要。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只要有缘就行。所以不能不跟众生结缘。当然结善缘比结恶缘好。结缘当中要能够不着相，那就叫法缘。法缘是不着相的，心地清净，没有污染，那个缘叫法缘。在相上讲呢，不论是善，不论是恶，心里头都不执着。善缘、恶缘都是法缘。如果有执着呢，那就不是的，那就是世间的善缘跟恶缘。善缘、恶缘都会有果报的。果报很可怕了，法缘是清净心，那么将来果报是果报，就是你度化众生，你教化他，他肯接受，他欢喜接受，这叫法缘。所以一定要懂得禅体不断性德之善，所以诸佛菩萨看到恶人也是诸佛如来。一般人看不到他的善呢，佛看到啊。佛看到他六根根性清净无染了，那怎么不善呢？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他这个恶从哪里？恶是痴迷来的，痴迷是假的，不是真的。自信里头没有痴迷。这个事情只有诸佛菩萨看得清楚，所以诸佛菩萨对
造作极恶业的众生，还是那么慈悲，还是那么照顾，理由啊在此地。那么再说，佛也不断性恶，同恶而化。成了佛了，这是讲两个极端，一个是善的极端，成佛了；一个是恶的极端，禅体。说两个极端当中就不必说了，你就完全能理解了。佛有没有恶呢？有啊。佛的恶不都断尽了吗？没错，是断尽了。佛要度恶众生，要现恶相，就得把菩提转变成烦恼。这佛会变的，你想想看，你要没有贪嗔痴，你怎么会生三恶道？佛要到三恶道去，也要先贪嗔痴啊，他才能到恶道去啊。他要不现贪嗔痴，三恶道众生他就不能度。所以佛的那个贪嗔痴是示现，如果他真的要染上贪嗔痴，他堕恶道就出不来了。他那个恶道可以自由往来啊，就是贪要贪，他贪就现前，他不要贪，贪就马上断掉，他有这个本事啊，所以他来去就自由了。我们今天是贪嗔痴长了根了，没办法，拔不掉啊。他的贪嗔痴是随便用的，随便实现的。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人家有这套本事。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身心啊，身心无住啊，身心跟无住是一不是二啊。他生这个贪嗔痴，他就能到恶道堕众生。虽生贪嗔痴，他不住贪嗔痴，所以在三恶道里面，他自己住的还是一真法界，没有污染嘛。这个同恶而化。佛道六道来实现，就同物而化了。六道是染无的，他也要实现染无才能来啊。他是染而不染，实际上我们也是染而不染，但是我们迷不觉得，他觉不迷，所以他就自在；我们迷而不觉，所以就不自在。那么这下面我们再看，接着看底下。经地藏大师了达禅体等修恶之事，全体即是性恶之理，他懂得，所以他对于这些恶人呢，他不会责备他，他不会怪他。他对他的关怀，对他的照顾，对他的帮助永远不变。我们凡夫做不到，不了解事实真相。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啊，
无论我们做什么恶，佛菩萨慈悲心决定没有减少一分。那佛菩萨现不现我们现前，缘分的事情，不是别的事情，缘分的事情。所以一切法都是缘生法，佛法也是缘生法，因缘生法。所以说这个四修恶之四有四，四当然有个理，理是什么呢？理是性恶之理，性哪有善恶呢？这个讲性善性恶，诸位要晓得，这个性是习性，不是本性。那个一念自信，那是本性，本性里头没有善恶，习性呢？习性是什么呢？阿赖耶，阿赖耶是习性啊，这个里头含藏着种子在里头啊，无量劫来熏习的这些种子。佛只是转变而不是消灭，转烦恼成菩提，只是做了一个转变。如果你是这消灭了，消灭了，那么成佛之后，过去没有成佛之前造的那些恶因，我们要问他受不受报呢？如果是成佛之后啊，造恶不受恶报，造善不受善报，那因果律不就推翻了？释迦牟尼佛经典里面记载，他老人家曾经有三个月马脉之报，脱不脱？做了佛，过去生中干的坏事还要受报啊。不过他受报清楚，知道我这是过去造的什么业因来受报，逆来顺受啊，他受得很甘心，很情愿的，啊，一点都不会叫他难过。我们受遭遇到果报的时候，那个恶报啊，怨天尤人呐，啊，不甘心，不情愿的。不知道是自己过去的业因现行，善恶果报通通是业因的，这就讲的是行恶。可是做了佛做菩萨了，你完全觉悟了，这些业因果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想我们反复。凡夫受果报不知道，不知道前面的业因，所以过去那些恶的习气佛菩萨不会把它断掉啊，到时候有用处啊，度那些恶道众生就用上了就譬如我过去讲经也做过这个比喻譬如做小偷的这个惯窃，他那个手法很高明以后觉悟了，觉悟了再不干坏事当警察去了他那一套方法还有效，可以抓小偷啊，你看不就变成是恶就变成善了吗？他可以防范小偷，可以抓小偷还是那套方法，用心不一样
萨，所以佛菩萨善于用这个性恶度一切恶道众生。所以烦恼习气你这就明了了，哎，也蛮好嘛，也不坏嘛。所以悟了啊，如恶的都变成好的了，迷了啊，好的都变成坏的，那很麻烦。可见的关键都是在迷悟之前。所以底下说，这都是经上常讲的，辨邪无非中道啊，这是你觉悟了之后啊。边见邪见，都是中道。无逆当处解脱，无逆是阿鼻地狱。一念觉悟了，就解脱了。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有，《观无量寿经》阿舍世王造的无逆十恶罪啊，那是堕阿鼻大地狱。那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读到，他临终忏悔。遇到善知识的开导啊，这一听开始知道自己错了，诚心诚意忏悔，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世尊告诉我们，他是上品众生。你看那个位置那么高，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以为是，哎，下下品往生大概差不多了，哪里知道是上品众生，这才不敢轻视造恶之人。那阿舍世王可能也是菩萨示现的，叫我们千万呢不要以恶意对待恶人。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在临终一忏悔比我们高出太多了，我们远远比不上他，怎么敢轻视恶人呢？所以忏这个往生净土是两个方法了，一个是正常的依照经论的理论方法修行，另外一种是临终忏悔，悔过往生，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真回头了，我们中国谚语有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一回头是好人当中的好人，好人也比不上他，这个我们要懂得，决定不能够轻视。忤逆当初解脱，普现色身油化诸趣，这个诸趣就是指六道。地藏大师在六道无处不现身呐，现身干什么呢？点此迷云，令之平等。这是地藏菩萨现身说法的总方向、总纲领、总目标，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学佛，将来接触广大的群众，我们以什么原则来引导大众呢？这个原则要记住。
点此迷缘，令之平等。平等是法界，平等是根源啊。知道尽虚空变化界是一体，才是真平等。啊，所以真正证得平等的人，他那个观念当中，一切众生是自己，这才平等。啊，这个一切众生，众生是广义的。虚空法界所有一切形象都是众生，是自己，决定是以净虚空变法界肯定认知，这是自家这样，你才把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的平等心才现起。所以佛跟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业因是非常非常复杂，可是复杂里面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佛给我们说出来，佛的心平等，菩萨的心是六度。啊，辟支佛的心是圆觉。啊，阿罗汉的心是四谛。啊，天人的心是十善，慈悲喜舍。人心是五戒十善，畜生是愚痴，恶鬼是奸贪，地狱是嗔恚，这晓得平等是佛心啊。令之平等呢，就是令一切众生成佛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一切皆成佛，这个地方这两句话，点此迷云令之平等，就是一切皆成佛，不可思议。说菩萨正凭此本实而起诸大化，啊，化是教化众生，啊，大行教化众生之事，就是存这个心，用这个心，我们应当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咱们就讲到此地。